怎么着？塞外层嘞？就是全家福。我俩全家管得好，那那包平安说啊，他叫你呢。这个全家福是按照我们国语来解释。啊，他说阿弥陀佛，年年好啊，说给你怎么样，咱给你。如果是用我们阿弥陀来解释的话，这个题目。我来刚刚哪地方了？全省的好的，毛主席爱的爱城嘞。如果那个全字呢，就是往往前前的意思。这个不是好，葫芦嘛。第二个就是家。这个不好的塞外。第三个就是福。我那天跟你说了怎么样？全家福，能挂病不挂病。这就是国语所说的全家。啊，你留下大家留文章，你爸爸怎么样？他送了什么章？今天安息日早上，我们所研究的就是全家福。奶奶好，明天到人家说要做你呢，就你今天老满了，我们两个是啥样干？那现在做这个前面听了这个题目之后，我能不能跟你说姑娘，录音带人家都空掉，或者说你听了这个录音带啊，你等于你说你那个说家要做体育比好，或者说你面对着电视来看，哪位是你你体育比姑娘，他们做你呢，人家说要做你呢。如果是说你在电视能看到这个这个全交这个字呢，咋个咋？那么这个时候。不然他不论说这个还好，你要把今天塞外面告诉人家全家福。如果说你遵守他里面的意思的话，那这样的话你家里会得到福气的。不太好耶，我别讲你当到人家全家福，干啥啥来？但是呢，这个全家福每个人都有他的解释方法。对，你在那个这个什么看到？我问了其他人，我全家福来好耶，啊那我们干啥？把他请过三老位呢？保姆了嘛？好的啊，全家福人家了嘛？你上来。保姆的解释方式就是说，全家大大小小一起照相的话，这个就是全家福。那这个好的，啊，伊拉姑阿公，伊拉姑阿妈咪啦，伊拉姑阿妈啦，伊拉姑姨奶啦，伊拉姑孙奶咪啦，噶啦嘿啦，这真的好的。那么保姆好，我全家福人家嘛？你上来。有的人说呢，比如他公公还有祖母，他父母亲还有他的子孙在一起，这个叫全家福。一定要回到我阿弥陀当中。我不如我不放心放心我爱爱好不如我好你们你们爱不能当着放心吗？以前我们阿美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家庭人数非常多啊，马上不好全家福才能够上当。而且有人说呢，这个人数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是全家福。不好，你这个是阿婆真的好，是我全家福的呀。如果是说他们如果不聚集在一起的话，是不是不是全家福呢？啊，按照阿婆把啥亲戚没好，是我全家福的呀。如果是他们不合在一起照相的话，是不是？何不是全家福呢？俺在好马路口里边放平碗面汤，干啥？再过三八三八三那边那五里那边那放平放平，干啥？全家福里面噻。或者有人说呢，如果是春节来临的，大家都团结在一起，这叫全家福。对呀，我弄好，给你放那个那个，呀，就比如说你呀，你放平弄好，呀，这个够全家福不了。有的呢，他们积极在国外，他们即使春节来临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回来，这个是不是不叫全家福呢？马扎多天多下那边当，哦，马路上边弄好，底下一张砖两六块，两块七，哎，三块公里哦，我别修改，别弄坏。呀，我那边好，这都是全家福五百了。下面传道呢，即使如果是春节到了，他没有办法回去团圆，而且他必须在他担任的教会来参加个别聚会。啊，这个好，你上那边当，还要上包装吗？你看，再还要哦，全家福过来包装吗？包装人家不需要多给你钱嘞。还有人说呢，如果全家人大大小小一起坐一部车的话，这叫全家福吗？哎，那这个我都拜了不？我都拜了。那一次我骑我的摩托车，大概在那我拍照拍过了。我在我的太太在后面啊，也大家都照啊不？啊，前面有两个孩子，还不能拍我照照啊我？在我太太后面还有两个孩子啊，恁咱们包容我吧？我们一家有六口。哦，爸爸那两三个，哇，全家福全家福不能抢。啊，对我呢，信徒看到我们，他就拍拍手说，这叫全家福。按照那个不应该做，都该做个全家福啊！如果是我们不一起坐摩托车的话，那这样是不是不是全家福呢？你聊了两好一比来看今天我看看呐。啊，在我们家乡有个这个名字，啊，都是那个塞外城，你不敢弄看看怎么样？他的名字下面都是写福气福气的。按照好的春福啥？有的春福，按照香福啥？有的是香福。按照金福啥？有的写金福。按照有福啥？有的是有福。啊，都是福福在，我还读了塞外城，看看都是哪看看。他名字后面的最后一个字都是有的福，所以说他们非常喜欢这个福这个字。我俩保证的好，他都说呢，塞外城话呢，塞外城话，不然咱全家福算倒。啊，有人说呢，他们家里每个人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福，难道说他们都是全家福吗？为了好，我讲今天啊，看看怎么样，福神的好的，福啊，好外福塞外好的。难道说我们没有这个福的这个名字，是不是不会得到
就该不是那个去证据服安那呢？哎对了，有个塞外一些的安那个来给他。就像在翻译的这个证据服后面啊，它最后一个字有个这个叫做服气。无啦，哎，起码起码啥的个，我当不到做咩，塞外一些的安那的。所以说每一个人或是每个地方都很喜欢这个服气。为了好比，他们认得个，给他挂起那塞外是怎么样？全家福安那两家。啊，至于说我们要如何得到这个全家福呢？对啊，一定好比一个一个啦啊，故事。以前有个故事，原来是百岁的高，有一个非常富翁的人，啊，在后面压在今天做牛方面上不了名，哦，他就雇了这个工人，哦，你当当那将身上这后面你压在了名，啊，他所请的就是这个实情的，为了后面当当当将晒出了晒出名后，把个人家搞给他做个不满恩，可是呢，这个厨师呢，他煮的东西呢，煮出来之后要给这个主人吃，这个主人不吃。什么好的？然后他赶紧让他别进来，不然站着上去啊！因为他讲了那个东西他要吃的，他就不喜欢吃他所煮的东西。反正就不了嘛，其他不了，该公文去啊。就是他在讲另外一个食物可以吃的话，他也不吃。什么嘛？那个刚刚好的，这个还有什么讲的呢？因为那个厨师再怎么煮，这个主人都不喜欢吃。那个这个不了比上不了，你让他们站着在多少地方打呀？那个厨师呢，他就发脾气了。妈，他到底要发脾气？怎么能不当当的这个干的呢？就他就发现眼泪说：“我在怎么煮，这个主人为什么都不吃我煮的东西呢？”你比较好一点，不在乎呀。就有一天，你的伯妈呀，为难了，在罗马是吧？到底啊，结果那个他的父亲和母亲到了这个主人的家里。哦，你的伯说他为难了，不一样不一样。伯说他朋友或是他的亲戚。哎，你那说在罗马是吧？到底呀？哦，有很多人都到这个主人的家里。算了，他现在不然到回来了。哦，我们到那里了，你等等，算了，赶紧。啊，就那个主人就对那个厨师说：“今天有很多我们的亲戚，你快去煮菜饭给他们吃吧。”一定要这个不等等了，等不到。哎，我今天等等了，我刚不买进来，啊，你万一买什么了，我们等哪天？我心白的很，还不给呀？啊，就那个厨师呢，他非常的忧虑的说：“我通常我主人都不吃啊，那今天人数非常多的话，我该如何煮呢？”啊。什么呢？刚刚歪，刚刚刚歪的。啊，就那个厨师就随便煮吧。哦，那这个好像好少，那真的太过瘾了。啊，就再一次有剩下的菜饭。哦，呀，好少呀，我打打的话，那真好，少过人家，丢了人家，刚刚还在打打呢。啊，结果那些剩下的菜饭就一起煮了大锅菜。我们大妈那都，我们大妈都，我们弟弟都，我们伯龙都，我们舅都，哇，那么的搞的。结果他煮了之后，全部一大锅菜，不管是牛肉或是猪肉或是海鲜，大家都一起煮在一起。好，我们走。接下来阿文来上岛，就他就叫了那些很多人一起吃饭。然后我们阿文来上岛，哎，那说不定阿家阿家弟弟上不了，把我骂了一下。啊，结果那些众人吃了就觉得说，哎，煮的菜都非常好吃。你晓得要倒闭好的，他觉得他骂你了，让你俩看到那阿家，他说不定站在哪里，阿你你那个说不定站在哪里啊？说不定阿公能站在哪里啊？他不让你倒闭的。啊，结果那个主人呢，就他就馋着那个厨师所煮的菜，结果呢，他发觉到今天所煮的菜为什么这么好吃呢？你这个好壮汉的，你这样子要当兵当大将。结果那个主人就对那个厨师说：“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当当人都喊呀？”结果他就问他说：“你今天所煮的菜名是什么名字？”我今天好这个当当，把今天搞了，他不管你了。说你一般时间为什么都不煮这种菜给我吃呢？啊，我今天好的全家补菜，喊来要报菜呀。结果那厨师就回答说：“这叫全家补菜。”哎，那真的，你这不上班上班的都这跟我们工作怎么办？哎，那真的不知道怎么着你当当的呀。就那厨师所煮的就是有各种样的菜集在一起成一个大锅菜。啊，这个好，再把它经理站，再把它给我包好，要不老了你的。或者说我们结婚或是落成，我们有这个欢乐的节日。你来帮我烧当当啊，我们按他们过去说好的。或者说我们参加宴席所留下来这个菜饭。不然的话，不乱当当的话，他说爱不然的弟兄，把那些菜饭全部合在一起成一个大锅菜，很好吃的。你再好，他们姑娘倒闭了家。就那主人就非常高兴的。哦，没有那个阿弟当当喊这个家。就他就被厨师说，你下一回就不要煮菜了，不然要这样煮。哎，你今天帮忙烧来个比较姑娘啊，当当你呢？所以说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他所煮的东西做干嘛这怎么当当的其实他所煮的不会很好吃因为好一个人说到那边我们还可以把我转过来倒闭一下反正再过来说到那边到后面了还是怎么怎么样最主要的因为就是这个主人的亲戚呢他们大家都到主人的家里大家繁衍是因为他心情很高兴吃的东西也都很好吃他今天一个姑娘塞外行的这个全家这个就是所谓的我所说的这个全家也没说让他换脸啊，如果拜你善心啊，阿弥陀佛的，那大部分人他不晒完的，坐不晒完一个人。我刚才所说的，或是说坐一部摩托车，或是在一起照相，那个并不是完全的全家福。不算嘛，那一部呢，全家福还是两家。至于说怎样才是一个完全的全家福呢？好，研究了没得了，你不要不要等你。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好好的研究。
交付呢？好，营救了你等啊，看你准备要不要等你。我先找到你，好好来营救。这个再好的。第一点，我保罗走路啊，满面好的，你心情嘛，从高潮到高潮，我搞来打的呀，全家福，看来人啊，谁外省人？就是全家信耶稣，那这样的话，你的家庭会得到完全的全家福。好，人人都不谢谢，三个礼堂。我们请看圣经，十分教典，十分形状，就罗秀诺三九元钱，十六章的三十四节。十六点就罗秀诺三九永线，十字经传十六章三十四节，三十四节一次性主领他们，领他们上自己的家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哦，哎呀，一定要鼓励起保罗阿姐，希腊好明天做做，不跟我阿姐什么？以前这个保罗还有希腊传讲神的福音，两道两方道鼓励起保罗阿姐啊，而且呢，这个众人呢，还逼迫他们。你那耗子不争气，那耗子还给你大发力站，那去过了起来呀？就把这个保罗还有其他把他们抓起来，放到监牢里头。哦，你今天跟人家禁足，还要跟人家断联？这边所说的这个禁足，你今天爱跟他去过了，那去西拉，他是在警卫这个保罗还有这个西拉。这开完了好的，你那刮出来好的，叫他稳稳上，要不然再跟他去过了，那去西拉好，我不怕啊，我不怕的。结果呢？好，不料想不到就有这个地震呢，这个有地震之后就把这个城墙啊，这个城就把它裂开了。不料保罗汉子呢，他被打到破坏呀，或者这个监狱的这个门就把打开了。我先把他们都听见一下，就当时这个警卫人就开始警醒了。哎呀，我把这个警卫等下就开门了，哇，那个电视按了呀。啊，就这个镜头他就讲说呢。啊，刚才所挡的啊，人已经逃走了。今天的话，应该是工人呀，禁主都在体面上了。就这个禁主呢，啊，他当时非常害怕。就他说：“你保罗，哎，你干咩？你干到？”啊，你保罗西拉呀。结果保罗跟西拉就对着禁主说：“我在这边，我在这边。”说那好，算了，他待会儿去禁主呀。结果这个保罗跟西拉就对禁主说：“啊，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喊你保罗呀。”结果保罗对他说：“我是信耶稣的人。”明天在这个地方挡到。结果禁主就对他说：“怎么能让我们喊你听到？我喊你喊来了。”对他说：“不要如何做才会得救啊！你说阿都保罗嘛，那么好，你心机嘛，那么好呢？你保罗嘛，你还冇大白蛋个？结果保罗就被禁足说：‘你还有你的全家，必须要信神，大概才会得救。’你那怎么样说？毕竟怎么样，咱就有些道理。那这个第三十四节告诉我们：你倒好呀，你别这么好，肯定上来把保罗啊、西拉还有你罗马的米拉整来。结果这个禁足啊，带领这个保罗还有西拉到他的家里去。你倒好耶，过去是人家提了古曼姑娘啊，他保罗西拉。”结果他又在他家里摆设宴席，请这个希拉还有保罗。一定告诉你啊，我米拉他说保罗买了马米，你信心嘛在高瓦上呢。在这下半段告诉我们说，他和他的全家信了神。你告诉你啊，哦，他们好马米发盖他不盖上来。哦，在后面他又写着说，啊，他全家都很喜乐。你不要他们信心嘛，你要给我高瓦上来。以前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在盖巴哈阿瓦又在外。他们不会得到喜乐，也不高兴。啊，对的，好，信嘛，今天都高潮的，你的爱怎么样？谁问你啊？就保罗都来了啊，全家欢了啊，是吧？现在他信了，信了耶稣，他的家就可以得到全家福了。不在了，罗马安海呢？一个家庭，按这个改为保罗罗马奥的，阿乌埃欢今天全家欢了啊，谁问？如果说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全家信耶稣的话，是没有得到这种全家福的。按照安娜，我爱的好，你信心嘛，说你哦，信啊，多高啊！或者说啊，这个先生信耶稣，按照我爱好，你拜拜信啊，说你哦，这个高高。或者说啊，这个太太呢，信佛教拜佛像。安娜，你那不是我说你有高好的，阿娃也说你有塞歪的。哎，如果是一个家庭如果形成有两个主的话，那这样他的家里是不会得到幸福的。好了，那我们平常工作，我们不能这么简单。或者说一对夫妻在祷告的时候，好，我老婆爱的人最好一起的，跟我讲的啦，啊啊啊，你什么啊？上帝让你说啊，上帝耶稣，上帝多，别弄有你啦。结果这个先生在啊，在房间里面祷告说：“主啊，主啊。”好了，我快回来，你在客厅，你拜拜都没有高兴啊？啊，结果这个太太在客厅里面拜他的偶像。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呢？如果说他就讲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那个塞外的人保守买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家里会得到幸福吗啊我不塞外拿起来那这样的话是不会得到幸福的好了你那不哇好了那不要说喊咱了我现在做个比如果是你的父亲如果生病的哦刚刚刚刚好这个当姑娘比多人不高啊这个一位父亲呢他们信徒不同哦是比有要的是比啊再高就能没得人啊如果他想代劳他的父母亲的话哦你稍微不能买点来高啊是个爱要的呢喂我买了这个先生他祈求他的主啊，来医治他父亲的疾病。我老婆拜人家好，上一说阿弥陀佛好，我说不干还要做呢。我买了。这个太太呢，她也是一样，用那个佛教的方式来代祷这个父亲的疾病。哪一个我买了？我了，那你们两个？那这样他这个父亲的疾病会得到
样啊。婆罗门奥陀罗在这个西方的话，哈，应该也不太外。唯独是是信同一个主的话，才会得到幸福的。那好比修改，还是你用我们要跟他们修改，或者是说我们到教会来忌讳，你他们修改不怕，还是你也丢告去修改？对不？他要到他要忌讳，反而是到佛教的庙。婆罗门奥陀罗的星期六不修改的，觉得忌讳是在星期六忌讳。婆罗门奥陀罗的拜六他们不修改的，觉得忌讳的时间是在礼拜天。啊，那其他不信教的高高，那在奥埃瓦的啊，台湾人哎。说他们信主的方式不一致的话，这样是不会得到幸福的。啊，你来玩，再来玩他呢？我们先做个比喻，有一个家庭啊，你来不奉献了，最后落在这种方面了。好，有一个牧师到他家里来访问。呀，好帅哦！你来不跟多些阿弥陀佛在这罗马里啊？说再过不多久，有这个传道者到他家里来访问。啊，大家好，兄弟好，你来不咪上当街在这里买啊？或者说，再会有一个金蒙到他家里。啊，那你来不帮罗马呀？他还要到啊，好好啊，再歪啊。如果是一个家庭有多神的话，那这样的话，他的家里是不会得到幸福的。我那起进主啊，那觉得比什么都大百单。这个进主呢，这个看守监狱的，没心情，卖的好，保罗上卖了，那边的好，没心情，卖的搞完十年。就他信主呢，他全家都信主。这个第二十年不塞，我也看不干那些光荣来啊。所以说他全家人才会得到幸福，而且得到喜的。因为在大家不在啊，表妹嘛。啊，台北我有一个表妹。啊，你爸妈那么身体好的，耍了两个白来的，就啊，他们要结婚之前，不准他那个先生说啊，哪点好的，哪一种他耍了哪点好的，哪点好，把他不爽就耍烂他的了，啊就他就说，如果是我们两个三场很好的话，那这个我表妹就嫁给你。怎么了？白人没好的，我明白白也行啊。因为我那个表妹的先生呢，他是一拜偶像的。我啦，他白人没好的，你到我给他弄新娘回来。他那个太太呢，是我们这些教会的姊妹。喂，好白人，刚刚是这笔单。结果呢，在一年当中，他们夫妻还是恩恩爱爱的。哦，这个又过不了几年，就再过几年呢，所以拜了你啊。就他先生对他说：“俺爸爸再不挂，我为哪不好的？你拜拜就说俺，你打了伢子不叫俺拜拜，我为哪不好的了呀？明白？”就他对他太太说：“如果是我母亲去世的话，啊，如果告别式的话，你会不会拿这个香来拜他呢？”你这过算了，表妹都说啊，这个要我拜拜，到底来谈呀？就我那个表妹对他问，就对他回答说。我不可以拿这个香来拜拜。以前那是在放炮，这个刚刚爱不爱了吗？怎么样？从那时开始，他们的夫妻感情就不和睦了。那这个那样子，老人家这么好，这不能我心情把东西搞起来。为什么他们的感情那个夫妻感情不和睦呢？就是因为他们所信的主不一样。啊，那怎么又信的主搞好啊？我发现一个什么不一样的呢？如果是他们所信的主是同一个主的话，这种纠纷就不会发生了。一定在最后一个人是把他把那个拜啊拜了。好在台中有四个兄弟兄弟姊妹啊，那人家上好看，还是那个心脏不高兴，而且那个四位他们信主都不同意的主哦，我那么好哎哦，我有信耶稣的，有的是信这些主教会，我那么好哎哦，你当然都糊弄的，有的是拜这个牛犊，我那么好你拜拜这些丢告的，有的是在佛教拜拜，我那么好我也不告啊，有的是无神论者，哦，那么早过不得神论者呀，你那么。实在了，你们该去你们买呀。结果呢，啊，这个四个兄弟回到家里之后呢，哦，很多那一个在你家妈妈家，才对的。原本啊，如果他们一起要吃饭的话，应该是很高兴在一起吃饭才对。为了好面子，该这里好脸，没辩论来这里啊。结果呢，反而他们回来之后是互相辩论的。哦，那我这边爱喊多少赛？啊，就有一个说，我所信的主是对的。啊，你们帮我这边爱喊多少赛？啊，就另外一个说，我所信的是对的。啊，我也不知道我喊多少赛。啊，另外一个是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啊哇！这不干嘛？你那边买一个盖子呢？就因此，这个四个兄弟他们的弟兄的感情都不和睦。啊，算了，我妈都一代的，所以他母亲对他说：“我们说能盖好耶，那个你辩论不大，哪里啊？你们现在回来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再辩论的。什么好耶？这不干嘛？不对，他不干家了，我再一下怎么办呀？啊，就是因为他们四个回到家里之后，连吃或者睡都会得到很快的。那这个好呀？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什么好包容呢？这个真不行，那多高兴啊！因为他全家人没有同信一个主，反正怎样信都告诉他这个啥，马上就怎么讲，全家不安呢，告诉你。如果是他全家人同信一个主的话，他家里必会得到这个全家。一定告诉谢谢好的，一定把在阿基，大家看，今天格里牛来。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叫格里牛，我印象好的，他办公室在附近。啊，这个人呢是军中的百夫长。哦，不，小姑妹姑妹，张燕子啊，他所管的兵丁有一百多个。好的，早些哪里你好，有连长，早些跟人家去跟人有家。如果按照现在的军中的制度来看的话，是连长的阶级。跟人家上来干部阶级，跟人有好的，反正我再也进不了军中，不搞了。这个跟人有呢，原本只有他一个人姓朱。怎么了？兵丁这边都哦，军中的诺，你叫阿谁要搞的？因为他现在全信徒在传福音给
起来。他的家人和他的孩子全家都信主了。多谢小什么叫的就笑那一下。我们请看使徒行传十章第二节。什么叫的就笑那一下。使徒行传十章第二节，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多地百姓常常祷告神。第三节。哦，对的。你今天好，我今天跟他说的，你看，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俩请古利六好了，来，这个哥尼流，哦，他哎呀，非常能干嘛的呢？他是一个虔诚人，他行为非常好。这个比上还牛的干嘛的呢？他这个人是不会骗人的。一定不是他的，我米呢？他都包了那个买了神来。所以告诉我们说，他还是全家人。啊，蒙古来都干嘛神来？啊，多敬畏神。怎么样好？伊拉哥尼奥吗？把国家当得好，伊拉哥比巴一定怎样？如果是有贫穷人的话，他多多的捉紧他们。啊，前面好的啊，马路巴达的印度人怎么样？而且他们也常常的祷告。一天那边在一个乌卡乌米呢，他做马路都买了什么？所以告诉我们说，他还有他的全家人。啊，那你那个比其他都高考，一样不塞不塞。如果是像他们一样的话，一家人全部幸福的话，不会得到全家。一定马路都买好的，他盖好屋，他就有呀。一个家庭最嘞最重要的是个。这个家长，我讲感受问题好，烦恼不大，最重要，包容能买了，什么不搞啊？如果这个家长懂得带领他的家人来信主的话，找包容能买了好，什么都搞什么问题啊？那这样的话，家庭一定会完全信主的。为了我老师来搞，祝福我爱人不是，是爱人什么不搞？那有的呢，不是他先生先信主，包括还有不是爱人你什么不搞啊？反而是他来先信主。这个包容先生好，你来发起来啊，发现是爱人什么不搞啊？这里面也有说太太先进主的，那谢谢。我们请看圣经，什么叫的救了小闹就用心？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四节，什么叫的救了小闹就用心？阿多就活心。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四节，第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雅的妇人，名叫尼底亚，是推雅非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第十五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席，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请，请到我家里来住，一次强留我们。哦，他这边，你今天好，你们说来说去，尼底亚人来阿伯派那说来告诉你，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个尼底亚这个妇人。我们把你挖的土地分了三个土地。这个人是卖紫色布的。那他们俩对对呀对啦，那俩聊了。这个菲亚菲拉这个地方，哦，把这些人不说不，你在跟我说，弄到你不跟告诉人家，他在那个地方听到说有人在传讲神的福音，啊，这个不说你不跟讲，当时他也听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听得好耶，不告诉你怎么样，是爱要听要把心里呀，当时他听了非常相信这个道理，结果他就接受起了，一定得好，不告诉你怎么好，阿拉在保罗的白话里，你信你妈去啊，就他信了，结果他就请他家人全部来信主，什么好说了，人家尼利底亚过来去报了讲。就尼利亚就对保罗说：“人家说个不好，我信教，咱那个啥呢？你看，就对他说，你看我是不是一个真信徒呢？我的信教是那个啥好的，咱那有满江阿弥马来西亚。如果是你认为说我是一个真信徒的话，你就到我家来住吧。当然，他那个结果还是你有买了呀。他就强留这个保罗到他家里。哦，咱那买了，就那个修改的，你看，结果他到他家里是忌讳，很多，我们派人到信教嘛，你看。”原本这个太太不是在信主的，哦，阿哥好，你们这边还是在好，好让这样光荣白了，活完也让白奶奶。就他信主之后呢，他就叫他的先生还有他的孩子完全信主。你今天都俩菲律宾，那啊，你要熬夜出去拜祭啊？在这个菲律宾这个地方呢，原先是没有教会。你觉得好难？今天在罗马尼，你比较好，是从这个尼底亚这个家里开始。那是哎呀，我们家旁边一起啊，修改的，是先有这个家庭聚会开始。要不然呢？